實我個天然護膚品牌咧就係叫 Chef， 咁佢係一個法文嚟嘅，就係意譯做植物精髓嘅意思。因為我哋大部分嘅原材料咧都係高品質嘅植物油啦，咁亦都選用最頂級嘅精油去調配而成嘅。我自己本身咧，即係選美出身啦，咁我係一個非常之貪靚嘅女仔嚟嘅。經歷咗喺娛樂圈啦，跟住結婚啦，生 BB， 咁就一直都好想做一樣嘢，令到自己個人生更加光輝。所有嘢都係源自於我懷孕嗰陣時啦。咁我希望可以即係空閒嘅時間，去不斷增值自己。咁佢就修讀咗一個香氛治療課程。好想知道究竟我用緊嘅護膚品好複雜嗰啲化學名咧，究竟係咩嚟嘅咧？究竟邊一樣嘢係真正係好呢？如果係打正旗號喺香港出品咧，以我所知都係幾個啦。咁同埋就算你香港嘅品牌，但係未必係香港製造咯。我用我自己嘅名義推出嘅一個天然護膚品牌啦，咁亦都係真正係 made in Hong Kong 嘅，即係我 proud of 呢樣嘢，因為香港出品即係絕對係最好嘅啦。而品質檢測嗰方面，咁亦都好好有科學園呢邊嘅負責人去支持。大家個理念好相似啊，因為佢哋都係想將一啲最好嘅嘢去俾大眾認識。咁佢哋亦都知道我想做一個天然嘅品牌咧，咁佢哋都非常之支持。所以一拍即合啦，佢覺得如果係咁嘅話，咁不如我哋幫你負責做一個品質嘅檢測，咁令到大家對你嗰個品牌更加有信心。自己亦都已經不斷喺我個微博嗰度留言啦，咁就將我啲產品同啲微博嘅粉絲去分享啦，咁佢哋都不斷咁樣唱啦，你快啲去內地嗰度開店啦！咁啱機緣巧合咧，知道你哋貿發局咧就同淘寶商城嗰度合作，搞咗個香港設計廊啦。咁亦都會將我哋香港嘅展商咧，就通過貿發局咧去到上海同埋廣州嘅展覽，去幫我哋進入內地。我自己好有興趣啦。